Antec 基于 Sonata 系列为设计基础，推出全新 Solo 2专业级机箱，内部细节经过重新设计，进一步强化的 Quiet Computing 超静音设计，以满足专业玩家对低声噪的诉求。 Solo 2的尺寸为 440mm 乘以 205mm 乘以 470mm， 铝合金材质，黑色阳极电镀面板，配以黑色钢琴敲漆机身，顶部和侧板均采用双层 1mm SECC 结构，有效抑制电脑内部元件所发出的噪声。相较上代 Solo 追加黑化设计，令质感进一步提升。虽然机身体积不算巨型，却提供了最长达 381mm 的高阶绘图卡相容能力，共7组扩充槽，以满足高阶平台的需要。前置 I/O 设有两组 USB 3.0 同埋两组 USB 2.0 接口，同时提供了 earphone 同埋 mic jack 输出。Solo 2设有双硬碟安装结构，可选择以直胶软件吸收硬碟机震动，或者以圆吊式硬碟安装皮带卸除震动。前者最高可以支援三组 3.5 寸或者 2.5 寸储存装置，后者虽然吸震较佳，但支援装置数目即减至两组，设有两组 5.25 寸外置扩充装置，另针对 2.5 寸 SSD 装置设有下开式扩充槽位。 Solo 2加入了可拆卸电源支撑架设计，以应付较重的高瓦数电源供应器，机顶设有铁网进风口，令外部冷空气直接冷却电源供应器，令风扇转速可进一步降低，提升静音效果。机箱后方预附一组 12cm True Quiet 风扇，提供两段可调转速控制，同时亦加入了直胶软件，吸收风扇的震动，减低声噪。前端设有两组 12cm 风扇扩充槽，同时亦设有可拆卸式水洗滤网，有效阻隔尘埃，同时亦方便清洗。